素丸精啊，你被几只毒虫咬着？四只，两只黑，一只蓝色的，一只彩色的，应该拢死了。我先将两大指标，再来详细研究这四只虫是啥物种类的毒虫。无你是土类哦，无可能本场白要我的嘛？关三叔，你讲什么？我无讲话啊，敢会是毒性发作，让你产生了幻听？毒性无正经发作。喂，我咧讲话，你是有咧听无？本场白当归个要我的，大目神牛看过来，看过来，我伫遮啦。行，你。你啊，免着惊，拆桥无人拖，看好了，从这一个就是我。你晓讲人话，是你晓讲谈语，讲谈话，全天下包括你在内，只有两个人会听会讲。苏伯龙唔知影自己竟然有这份的能力，还无什么好奇怪啦。世上唔是干那你无底之意啦。十三，无你十三。十三，喂喂喂，素丸精啊，别这样怕人敢好，你敢有要紧，敢有需要找一个大夫来看看？哦，无事无事，放心吧。三十三，十三年，不妙，非常的不妙啊。哈，我对定你了。魏英杰，人穷事多，所以不能一力同行。哎，讲什么白话话，是你来念我的，还一直念得不放，哪会使讲切就切？你是当作我是卫生纸屑，用了就弹。苏伯伯这个意思，只是，只是，还阁听只是啊，把肚拢无大了，该当卖负责。七七七，十十，六十十，六七七，六十七，十七十七，三，七七七。气消，这个人百分之百气消。文龙可你再三，决定让你再受一摆毒钉，以服为松毒之痛。我听转在苏焕金身上，杀了伊，听主人就消失。俺法老伊身上的战争是漂泊不了，文龙想为苏焕金的心胸，他探出两座洞穴，再调整方针，最好万全准备。苏焕金自己送上门来，咱就该好好利用。我回来了，看来苏焕金你是通过九叔一行的考验了，道听计行。被四只虫咬着，而我争取到一出来找找解药的机会，三龙王该做我拢做了，快叫你报销七百箱，履行约定。七百箱，使点你的秘官法术，替苏焕金找到实际位置吧。无可能，伊杀了我徒弟，苏焕金真实力啊！七不上，伊即个死咯，恐怕无法，小可马上死骨。啊！